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世界杯足球赛终于落幕了。所谓终于者也，是因为它前后持续一个多月，大家就等着看最后的结果。最后呢，今天的冠军赛，法国4-2打败了克罗西亚，获得冠军。这是法国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克罗西亚拿到了世界杯的亚军，其实呢，也是他们历来成绩最好的一次。不过，对于某些球迷来讲，当然法国人不在其内。对于其他的很多球迷来讲，希望呢能够看见有一个新的冠军产生，或者说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小国比起来是寡民，它的土地它只有这个法国的十几分之一啊，那么它的这个人口的差距更大，最后呢这个并没有能够所谓的这个撼倒这个体坛的巨人。不过对于这个克罗西亚来讲，它已经是非常出色了。那么这个在赛前呢，大家就是预估这个以过去的。这种是足球实力累计起来，法国赢球的这个赢面大一点。但是今天整个比赛看得出来，克罗西亚掌握了相当多的这个进攻机会，尤其是在上半场，上半场的这个控球的时机啊，差不多是6-4啊之比，这是克罗西亚占的比较这个上风。但是在这场比赛啊，在这个第一个球是18分钟的时候，是法国进球。但是这一球呢，是克罗西亚在这个后防啊，要把这个法国开自由球，克罗西亚在防守的时候头锤，但是这个球进到自己家的家门里了。这是世界杯在这个冠军赛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这种乌龙球，这个乌龙球也是这一次的世界杯整个算起来的第12次乌龙球。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里边呢，叫乌龙球的，就是说，不只是乌龙球，就是在这个判定上啊，就更为严格，所以有关于这个犯规与否的争议，尤其是手球，今天这个后面就会再谈到。那么还有这个究竟算不算是乌龙球，这都是用这次就世界杯里边，有这个视频辅助裁判，这个叫做这个 VAR 来判定。总之就是，法国一开始1-0。领先，那么这个球其实是克罗西亚帮他进的。很快的，克罗西亚发动反攻，然后呢，这个把比数追平1-1。然后呢，到了这个上半场还没有终了的时候，克罗西亚犯了这个手球。这个球呢，裁判也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就看前面提到的这个 VAR 视频辅助裁判判定这是克罗西亚手球，所以要由法国队来主罚12码。这个球罚进了，所以上半场终了的时候，法国是2-1领先克罗西亚。事实上，法国在这一次比赛，这一场比赛的上半场，一共只有这么一次射正球，因为射球的机会，那是不是有所射偏了？能不能正对球门而去？法国在上半场就这一球是正对克罗西亚的球门而去，这一球进了，还是12码。结果法国上半场就2-1，因为刚才前面提到有一乌龙球，所以我们昨天的这个中国研究院呢，几位专家也都提到了，不能以胜败来论英雄呢，就是因为在比赛当中有太多的不可测的因素。在上半场这个打完2-1，那对于克罗西亚来讲，这个机会仍然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下半场的时候，这个克罗西亚全力反攻，但是这个法国队啊，在昨天专家们也提到了，今天也看到这现场的这讲评也是，他说这个法国队啊，他这个训练呢是一个非常精良，怎么说呢？他你看一件事情，就是啊，当法国队接到球往前推进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整个的队伍的移动啊，包含由守转为攻啊，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间呢，每一个球员所站的位置，这个距离中线多远，距离球门多远。他们控制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这个当然，凡是训练有素的球队都不会一窝蜂了。但是这个法国队啊，他这个球员的所站的、所走的、移动的位置，在这次世界杯里边看出他的这种训练之精良啊，纪律之严明。所以呢，这一次啊，就是这个前面提到了法国他掌握进攻的机会啊，或者说是球这个所谓的 possession， 就是你控球的时机啊。法国队并不多，但是呢，他控制的非常有效，或者说他在体力啊这方面的这个比较节省，他这个选手啊，对于在什么时候是一个要全力出击，是要来接应前场的，
他对于这一方面的他们这个控制的，比起其他的国家，他们是更胜一筹。这个场比赛呢，就是这个在这个下半场，法国又进了两个球，所以变成了4-1。在最后大概60几分钟的时候啊，将近70分钟，克罗西亚扳回了一球，但是这个最终的结果仍然是4-2，法国打败了克罗西亚。当然，在世界杯里边呢，这样的比数啊，这所谓的大比数是比较少见的。这个我们多次跟大家谈过的，在这个世界杯里边哈，过去德国当初这个败给这个英格兰是这个比数2-4，就是英格兰唯一一次获得的世界杯啊，4-2，这个比数跟今天一样很大。但是当时呢是延长了30分钟，就是在打完的时候是2-2，延长加赛才变成了4-2。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在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巴西队就是巴西第三次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他们是4-1打败意大利，这也是这个比较大的比数啊。那么今天这个是4-2，这个法国最后打败了克罗西亚。好了，这个法国队得到奖金美金3000万，克罗西亚稍微少一点，美金2800万。不过大家知道，在打这个世界杯啊，荣誉第一，或者是光彩第一，或者这个冠军杯第一，至于这个钱数多少啊，倒不是那么样的在意。更何况，因为你的这个世界杯冠军的荣衔带来的这种种种啊，有形和无形的收益，那是远远超过这个金额。当然了，3000万、2800万，就它的绝对值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这个所谓的天文数值啊，数字。好，这一场这个比赛啊，那有几件事情可以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个法国的这个姆巴佩选手，就是他踢进法国的第4球，这个他是成为世界杯啊第二位不到20岁，然后在冠军赛踢进球的这位选手，第二位，第一位谁呢？黑珍珠比利。黑珍珠比利啊，是1958年了哈，你看60年前，这60年之后啊。又出了一位英雄少年姆巴佩，那么这个所以姆巴佩也就得到了这一次比赛的这个新秀奖，这个最佳的年轻球员，20岁以下的球员。而且呢，这个姆巴佩在预赛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小组里边呢，他个人单场进了3球，这也是从这个黑珍珠比利之后的第一人，所谓的帽子戏法。那么这个在比赛完了之后啊，在这个另外的这些个别奖励哈，也都出来了。比方说金靴奖，什么是金色的靴子？就进球数最多的。在昨天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如果是这个，除非姆巴佩或者还有其他的选手能够在今天的冠军赛里边呢演出帽子戏法，个人单场独进3球，要不然呢就最后是英国的凯恩，Harry Kane，他是要独得金靴奖，因为他本届比赛，他这个个人进了6球，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冠军赛里没有出现帽子戏法，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赶上凯恩，所以凯恩呢最后自己一个人就是独得今年的金靴奖，就是进球最高的这个记录。那么这个还有银靴，还有铜靴呢。后来就刚才提到这个姆巴佩之外，那么还有这个好几位啊，他们都是哈。好，这个顺便加一句，Ken 到底是翻译作肯恩还是凯恩呢？Ken，总之是 Henry Ken，他是第二位得到金靴奖的英国选手，英格兰的选手。1986年的时候，李大克也是得到那一届的这个金靴奖。然后呢，说这个法国队的这格里兹曼，还有这个姆巴佩，他们两个人，还有葡萄牙的 C 罗，还有俄罗斯的谢里薛夫，还有比利时的卢卡库，他们呢都是4球，这个当然就赶不上凯恩的6球，那4球，那这个4球都是4球，这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呢，不能并列这个银靴奖，那怎么个分，怎么样个来，在这个同样的进球数还要来比高下呢？那就是看助攻的数目。结果呢，这个法国的格里兹曼他有2次助攻，这个成绩超过其他的这个另外几位同样踢进4球的，所以的格里兹曼得到这个银靴奖。然后呢，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卢卡库，他是有1次助攻，所以就得到铜靴奖。好了，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要谈谈这个所谓的金球奖。今年呢是这个并没有让大家太意外，因为是这个克罗西亚这个莫德里奇。昨天我们跟大家讲过，
这个莫德里奇啊，他是这个克罗西亚的中路球员，这个在回防要能够最快的速度护守自己的疆土，进攻要最快的速度能够赶上前锋的位置。所以呢，他在今年的前6场比赛啊，跑了60公里，63公里啊，这个平均的每一场都是1万米啊。昨天就跟大家谈过，这个莫德里奇啊，他不但是这个跑得快，还得跑得准，还得接应得好，还得传得准。所以他这个最后得到了这个金球奖，金球奖呢就是本届比赛的最佳球员，已经好多次了，最近几届都是这样，这个最佳球员，是一个个人的最高荣衔。就不给这个获得冠军队的这一支队伍了，因为冠军队你已经得到了最高荣选，所以这个个人奖就给其他的选手。那么尤其是像这个金靴奖啊，这个是要来算统计数字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事实。那么对于这个金球奖呢，那是比较多少带一点主观的成分，所以呢这几届啊，大概有3届4届了吧，都是。从1994啊，就是这个近4届以来啊，都是把这个最佳球员颁给了这个亚军的这个队伍。那么，这个莫德里奇在领这个奖的时候，哎，突然在俄罗斯，在这个球场这边呢，下起雨来了，雨还下得不小。哎呀，这就让大家觉得老天爷也流泪，因为呢，克罗西亚不容易啊，硝国寡民，然后呢，打进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然后这个。又有这么出色的选手，是饱经战乱的国家，也是流离颠沛的选手啊。然后莫德里奇在这次比赛最后得到了这个金球奖。哎，这个老天呢，似乎也觉得，这个球队啊，也已经是卯足了全力，也已经是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这当然也让大家记得，在上一届的时候，阿根廷的梅西也是，阿根廷上一次输给德国，结果这个得到这个亚军。然后也是梅西得这个金球奖，那个神情之落寞，让这个照片呢传遍了全球，也让大家都，哎呀，好像是同样为他感到非常惋惜啊。那么还讲到说，在这个莫德里奇啊，他为什么是赛前大家就认为他会给他这个金球奖呢？说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进球数，还有呢制造对方的这个犯规，或让本队获得12码。还有他的这个传球啊，都是在所有的选手中间难出其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这个传球成功率，要交给张三就是张三，要给十几码之外的李四就是给李四。传球成功率86%，这一个数字那是非常客观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电脑的计分统计啊，所以说他的这个传球数字、传球成功比例啊，在这一次那。得到金球奖是当之无愧。还有一个，他抢回控球权有48次，这个也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队伍当中啊，这个并列第一的。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衔接攻守最重要的位置，就在球场中间的1/3处啊，他在这个地方抢到进攻权，从对方的手里抢回来，这个数字啊是所有的这个选手中间的第一名，所以得到金球奖，哎，老天下了点雨啊，对，也。对他来讲，或者是对今天看，不管是透过网络和我电视在现场的人，可能也都是这个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大家知道，在 NBA 里边呢，这个所谓的 MVP，就是最有价值球员，也就等于是这个金球奖，都是常常都是颁给获得冠军的队伍，没有得到冠军第二名的队伍，而能够得到最有价值球员，那当年的这个洛杉矶啊，这个湖人队的 Jerry West。他是虽然输球了，得到最佳球员，但是在美国一般来讲，这个职篮啊、职棒啊，最佳球员都是给的冠军队，但是在世界杯足球这几年都是给的这个亚军。大家知道，在这个欧洲联赛里边也会颁这个最佳球员奖，得到这个金球奖，这个就叫做欧洲足球先生。那么现在这个莫德里奇得到了世界杯的金球奖，应该可以称之为世界足球先生了。好了，这个还要跟大家谈的啊，刚才谈到这个姆巴佩在这场比赛攻进了第四球，是他在本届比赛的这个第四球，然后呢，成为刚才提过了哈，在黑珍珠比利之后啊，1958年到现在60年来第二位不到20岁在世界杯
冠军的这个赛里边进球的选手。上一届也是哈，上一届是这个最佳新秀奖是给的这个法国的普巴。好了，这个再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位这个人物啊，因为真的要好好介绍，那得花很多时间，而且非常值得介绍。那就是做选手的时候打进世界杯的冠军，拿下了冠军杯；做教练的时候再一次打进决赛，拿下了冠军。这个世界杯历史上不过三人而已。今天法国的教练尚德。他成为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以往大家知道，当年这个德国也有一个这个足球先生啊，叫做这个啊不对，足球皇帝啊，贝肯鲍尔，他是一位，还有这个巴西的这个扎加洛，这之前都是两位，都是做选手，而且都是队长，都是在这个队伍当中啊最受大家尊重的，就做队长、做选手拿下了世界杯，做教练又拿下了世界杯。今天法国的德尚是第三位，还有呢就是这个德国的这个福勒，当初是。做选手拿下了冠军，做教练拿下了这个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这也都是已经这个举世难忘的、难以忘怀的成就。好了，这个在世界杯啊，到现在这个今年的比赛到此结束。今天还加一段，今天这个冠军赛里边啊，打着打着就突然有人冲进场子里边来，原来是一个这个乐团，借这个时候啊的，这个叫什么？哗众取宠啊。人家比赛比得好好的，你跑进去，让大家看见你，所以这种乐团的名字我们就不提它了。好了，这个在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啊，今天在俄罗斯落幕了。在不久之前呢，有人讲到说这个法国当年拿破仑呢进攻俄罗斯，结果呢是已经到了莫斯科的这个就已经前锋部队就是要准备进抵莫斯科了。结果呢，最后铩羽而归。但这回法国总算是在俄罗斯，然后拿下了世界杯。1998年，法国拿下了世界杯啊，在当时法国是地主。然后呢，这个今天法国是第二次拿下了世界杯，这是这个对法国来讲是极其荣耀的一天呢。而且这个7月14号，法国国庆刚过。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要谈到说，这个世界杯啊，4年之后要在卡达举行。这个特别要跟大家提的，卡达那个地方天气非常炎热，大家都了解，所以卡达的世界杯的比赛时间会不一样，是要在11月21号到12月18号，为期28天。感觉上这是第一次在冬天举行世界杯，严格的讲，应该是说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天举行世界杯，因为呢，过去在智利举行世界杯，在南非举行世界杯的时候是当地的冬天。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南半球，所以呢也就是北半球的夏天。这个差别在哪里啊？因为你在北半球的这个夏天举行世界杯，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些这个奥运会每2年一次，所以没有比赛。然后呢，这个欧洲的甲组联赛啊，或者是这个各国的英国的这个西班牙他们自己的足球比赛，这个时候啊也都没有什么比赛，所以呢举行世界杯在赛程上不成问题。那么卡达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要延到要延后，要等于到11月举行，到12月，到这个圣诞节一个礼拜前才全部结束。这下子就把欧洲的有职业足球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赛程造成很大的干扰。还有就是这个欧洲杯这个赛程要怎么个安排法子？人家传统上都是在11月、12月举行，或者是还要跨年到第二年，那么这个赛程就人家这个安排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呢，就希望那其实能够改期，甚至这个英国就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卡达为了争取世界杯啊，跟足总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易等等，这个都形成了现在大家还看世界杯这个赛程会不会有所变动？现在看来变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卡达为了举办世界杯，那花下去的钱呢，这个是一个建的一个最新颖的、最高档。极其漂亮的，外观看过去的那个设计啊，就是这个别具一格的，而且整个球场里边是这个高水准的空调，哎呀，这个在看比赛的人呢，那当然感觉上就是格外的是一个这个难以忘怀的经验。不过呢，这个世界杯啊，看看这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杯，那这个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那是影响比较大，究竟啊。到时候他们赛程怎么样安排，恐怕还是会以世界杯为重啊。
这个自己的这个国内的联赛，或者是这个欧洲的联赛等等啊，只好重新调整的。好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就到这里跟大家，这个不是我们跟他告一段落，这个比赛结束了，所以我们这个这段时间的就跟大家来聊世界杯，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4年后再见。